各位观众，又是大中华县协会呈现《交边天下》这个节目。这一集呢，我们来到一个跨展，这个跨展呢，主要的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作品展。毕业展，这只狗和猫是 Ronald 的作品，是他两个最爱的宠物，是纸做的，所以呢，相当用纸来表达，皮毛是相当多功夫的。是讲父与子，通过手的表现，表现两代人的关系，还有之间的爱。现在呢，让我们见见他们的导师卢依伦先生。是杨博士，你好。卢先生你好。我知道了，你在中文大学已经当了那个导师很多年了。对对对。能不能讲讲啊，这么多年来，你对学生、对学校、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期望？我對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是非常之欣賞的，因為呢間學校在全香港嘅裏邊是一間全程投入去藝術設計嘅教育裏邊，佢用了很多心力，超過45年。其實搞藝術咧 ，passion 是最重要的。是因為沒有 passion 咧，你沒有辦法把你的意念啊，什么东西呢，尽情地发挥。同埋你克服唔到困难，因为我哋要面对好多困难，空间上嘅困难啦，体力上嘅困难啦。其实我们大中华摄影学会咧，也是香港第一个摄影学会。我们搞硕士班，也搞博士班。我们跟英国的国立大学 Middlesex 去搞那个硕士班。其实你觉得？academic 啊，跟真的要当一个艺术家有什么分别呢？其实艺术家不是只是技术的，他要有创造性啦，咁呢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啦。但学习的根底也重要吗？重要，重要啊！即系你唔能够知道嚟自即系历史嘅长河啊。在人類的創作上邊咧，佢哋為喺咩處境裏邊咧，佢做咩作品嘅時間咧，咁佢喺創作上邊咧就唔夠多眼界。其實藝術咧也沒有分什麼門類的，你比方說畫畫、攝影就是音樂也有共通之處。比方說抽象啦，寫些東西啦，其實攝影也是這樣。特別係19世紀、20世紀之間咧，對科技嗰個欣賞就變成咗藝術家咧，覺得咧，我哋可唔可以咧利用科技嗰種諗法咧，放喺作品嘅裏邊？二次大戰以後咧，美國的藝術家咧，好像咧變成人生的探索啊。係因為咧兩次大戰之後咧，嗰個生命嘅意義同埋個價值觀嘅崩潰。大家都要高問這個東西啊。係啦，高呼佢，究竟我哋人嘅生存係為咗乜嘢？我看你们同学的创作了，也是很多方面。对呀。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表现，你能讲讲吗？这一
幅画呢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啊。我大胆的说一下，他拉着好像是我们放在车头的照片，但是呢那个人很年轻啊，很阳光啊，但是呢拿的人呢就好像是过去的啊。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個個都係佢自己嚟嘅。咁佢咧就因為生活上邊咧，佢有啲講唔到嘅壓力。咁所以咧，呢個同學咧就透過咧將佢自己咧好似當咗一個死亡嘅處境，咁嚟到係更新佢咧喺生活裏邊嗰種嘅力量。咁所以你特別睇嗰張都係佢直情話自己係一張車頭相啦。佢係透過咧畫咗呢個作品去自我治療。紙張都是一個人畫。都是一個人畫嘅。佢要畫咁多張，佢先覺得佢心靈可以平復。这三幅呢，这一幅叫净土，这一幅叫自由，那这一幅呢是梦，也是表现少女三个不同的状态，在未成年处事很浅的状态，悬在半空，最后想寻找一片净土。在母体里面的胚胎哈，是除了看到它是一个人的胚胎之外，其实这个也是动物界里面青蛙的卵子。青蛙的卵子一般来说都是一大堆地生，你知道在大自然的世界里面它们也会成为其他的食物，所以它们生存的机会就会相对地是没那么高。我觉得这个同学特别是在即係呢個香港時代呢個咁嘅經濟之下啦，一個競爭的嚇，很激烈啊，係啦，冇錯啦。咁再加上咧，我哋睇到喺西歐咧，佢哋嘅年青人失業嘅嗰個情況都係好嚴重。咁我香港年青人失業嘅情況其實都嚴重嘅。其實咧，我也寫過一篇文章，叫《八十後係無路可走的一代》。係啊係。我是引用魯迅先生的一個講話。係。因为这今天在香港我们年轻人机会比上一代呢是少了很多，少了很多。因为以前呢，我们只要努力，我们上爬的机会呢是多很多很多的。我希望呢，香港的八十后呢，他们要努力一点，争气一点。他的题目是街头艺人，那他用一个小朋友来同一个艺人来沟通，眼神呢交流，而且呢远处呢还有旁观者。这幅是谢明许同学的《路》，那他将一个老人的背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来，那看到沧桑，虽然看不到脸，但是知道他所走的路还非常坎坷，是塑胶材。究竟佢咁抽象，咁佢表達啲乜嘢呢？原來咧就係一啲嘅細微嘅地方，將佢放大，將佢放大咗之後咧，就將佢擺咗出嚟。咁呢個咧都接近我哋中國佛家所講咧，喺微觀裏邊咧見到大千世界。喺一個微細嘅觀點裏邊見到大千世界時間咧，佢就可以咧將到嗰個美嘅嗰個微觀嘅世界咧表達到出嚟。咁我哋人咧就唔會覺得自己咧。哇，你好像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是天人合一，但是呢我觉得呢在里面呢，就是人呢把自己放在中心嘛，就是天跟人合一，但是这个宇宙呢不是天跟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套四幅的主照啊。远看来呢，有一点点皮卡索的感觉。系，但呢个咧，除咗咧，佢系用少少皮卡索咧嗰种分割嘅块面去处理之外咧，其实佢更加接近咧，应该咧就系 Chagall 嗰个fantasy art， 就系将到咧佢心里边一谂到嘅嘢咧就画出嚟。
咁喺佢呢個咁嘅創作過程裏邊咧，佢唔會覺得咧一個理性嘅世界啦，所以佢嘅物件咧可以隨處飄動。咁所以你見到佢咧都靚嘅，比如 B B 仔瞓咗喺個咁嘅空間裏邊啊，上面爬下爬下咁樣啊，咁後面有個城市啊。咁當然我哋認真望嘅時間咧，佢都有個訊息嘅，就係 B B 仔佢成長嘅過程裏邊咧，似乎佢都要經歷好多咧，即係艱難啦。這幅畫裡沒有人啊。係，但係個人就喺你前面啊嘛。咁即係話咧，佢依家咧，佢要面對住呢個馬咧，佢要騎上去啦。同埋咧，你見到火車咧，火車亦都代表咗一種嘅旅程嘅探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很現代化的火車啊。係啊，高鐵啊。就是一個旅程的探索啊。探索係啦。跟啊馬，跟啊這個高鐵啊，差別很大。係，所以呢個藝術咧就係咁啊。你諗到啲乜嘢，你即時可以放落去。咁呢張咧，其實咧就同我提頭先講話咧 ，Picasso 嗰個立體派啦。咁 Chekhov 咧，佢其實除咗立體派嘅處理，個嗰陣時係 faction 啦，佢仲有一個特別嘅秘密嘅，就咩咧？就個靈鏡去望呢個世界。嗯。啊，靈鏡去望呢個世界咧，就有一種烏托邦嘅意味，即係我用一個三靈鏡，透過三靈鏡望呢個世界。真實也是不真實的東西。係啦，對啦。所以呢家佢就透過呢啲類似嘅處理咧，將到咧嗰個世界嘅物像打碎咗，佢重新再組合。變了很多個面。係，比如好似呢啲咁樣樣咧，水滴啦，你又話可以係咁樣，或者係一種生物啦，亦都可以係咁樣。咁呢個生物咧，進入一個咧有光彩嘅世界。咁呢個咧，似乎都係一個幾正面嘅一個描述。啊，這一幅是我的作品，啊，是用抽象手法。那我將畫面呢，平均分了三個部分。那它的题目呢是失眠，这一部分是夜晚，那这一部分是环境，这一部分是天亮，各种元素在里面表达失眠的状态。这一组画呢就是写实手法，我用的是古典画法。那现在很少有人喜欢用古典画法来画，因为第一费时，第二呢要求功底呢，基本功要高，那比较有挑战性，对我本人来说。而且呢，我将古典画法呢做了像数据一样排，告诉大家古典画是怎么来的。先要画底色，再上色，然后再最后成最后的效果，要分很多层来画。咁呢個咧，如果我哋用一個比較上表面上去睇佢咧，只係一個小朋友嗰個造像啦。但如果我哋咧再用一個即係深層次少少嘅角度去睇佢咧，佢會覺得咧，首先咧，佢自己好似一個咧 B B 仔一樣，面對住呢個大藝術嘅世界咧，佢有陣時咧好似要需要休息，有陣時需要思索，有陣時又需要咧去觀察。咁如果你再講多一個層次就係咧，比如佢話，咁我哋新一代。我哋嘅人將會點樣樣咧？咁可能就係我哋下一代佢對下一代嘅一啲嘅疑慮。那這裡咧，每個同學的作品都放下來，還是你們再有挑？呢個咧就佢哋因為成熟啦，咁我當我哋咧講完評語俾你聽之後咧，一般嚟講咧都係佢哋自己咧再挑選。所以你見到咧有啲比較上咧展覽嘅空間咧密啲。有啲展覽嘅空間比較上闊啲，係佢哋自己唔同嘅選擇嚟。那就是你說的意思，就是怎麼樣展覽，意思他們做主還是你們去做？我當然係佢哋作主啦，因為事實上係第一係佢哋大事啦，第二咧就完咗呢貨咧，我哋會覺得咧佢哋係一個獨立嘅創作人噶啦，咁佢哋應該咧係自己咧係即係積極翻佢哋自己嘅嗰個責任同埋佢哋嘅嗰個設計，咁所以我哋導師咧就已經係喺靠邊站。好，谢谢你。好，唔该晒。这幅画的题目叫《灰》，它有不同颜色的系列。它灰的系列是表捍卫新闻如实报道，是说新闻记者的。那现在有一些强势来禁锢新闻记者的自由。在我旁边的是苏建荣先生，你好，你好。啊，苏先生，你在中文大学教了多少年？我其实咧就喺中文大学服务咗廿几年噶啦。哦，不断咯。系啦，咁就系一个课程统筹嚟嘅，咁亦都会兼顾教学嘅工作咯。
所以呢，在你们的小册子呢，第一篇文章都是你，就是你的。有关今次的展览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咯。咁我亦都係好高興啲學生真係可以兩個界別嘅同學一齊去搞聯展啦。咁呢個亦都係一件令人好賞心悦目嘅事嚟嘅。這個課題咧，也挺影響學生的作品，所以你不妨可以多講一句。還有啦，我們有新任的特首啦，嚇。其實喺生活喺香港嘅普通市民咧。其實一直都受到很多無形的壓力，衣食住行方面都有的。我們中國大陸很多同胞呢很羨慕我們咯。我覺得現在沒有需要了，應該是我們羨慕他們先。哪方面呢？國內的發展和他們的生活的條件或者情況呢，是比我們香港是好得多的。所以呢，我們搞到一些繪畫班，而這些繪畫班的同學呢，是可以有一個舒暢的環境，一邊將他自己的創意表達出來呢，我覺得在香港來講是一個很難得。在香港，我們搞藝術的機會其實不多的。其實就不算話不多的，而是只是我們在發展和表誒嘅，即係話喺場地表現方面啊，或者展覽方面啊，足夠啊！即係話喺成個嘅搞展覽，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參與，其實係一個好長時間嘅籌劃嚟嘅。咁高爺，這是哥利亞的作品，他去歐洲旅遊。大家都觉得法国很艺术，在艺术当中带给他的一些感受、一些回忆，但不一定要很深入去表达。很简单，你心里是什么，跟着就画什么。唐朝辉同学他想画手的感觉，一个老人家的手握着小孩的手，当你的手接触到蝴蝶的时候，或者更进一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呢？Dress 呢，他是比较倾向表现主义的，他的画呢笔触比较强烈。看这幅画，是他的人那么扭曲，还是他的画是那么扭曲呢？你看这幅风景画，他还是用那么重的颜色去表达。这位同学是 Holy， 他的画呢其实是画具象。其实你很感受到，这是一个海，这是一个天，但是你也觉得它很抽象，因为你不会看到这个海什么都没有，这个天什么都没有。就好像这条路，就算它真的有这条路，不是沉睡着一幅画，而是它想透过角度、线条，一个雷电交加，一个很灰暗的建筑物，去到一条路，你走过去，你会感觉到一种压迫。壓迫啦，這兩幅風景呢是 Doris 的作品，那他用顏色呢就比較熟練，是黃昏的彩霞風景畫，這一幅是他比較抽象小的，這一幅組畫是李桂蘭同學的，那它是题目是树，有四幅油画拼在一起，那它用一些虚实交错的手法来表现一个比较春光明媚的画。要搞一个展览，我们当然要花时间，花很多精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我们怀孕啊，把孩子生下来，当然呢我们要花精力了，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其实这个应该分开两方面去讲的，在创作上面呢，要孕育好的作品呢是需要时间，
而嗰個創作者佢本身咧，亦都覺得依樣嘢係心安理得嘅。其實從你的話題裡面呢，我們可以講到西九，西九龍那邊呢，就是會有很多很多搞藝術的宴請的東西了。你有什麼意見？其實我覺得就西九搞西九一件好好的事嚟嘅。但是就我們政府一直都沒有留心一件事，就是願意搞藝術的人將他的作品拿出來擺展覽，西九才會存在。如果單憑現在搞展覽下去都是不會太長久，而且也都不會有生命力。這兩幅是王家美同學的，是粉彩畫，那两幅都是人体，表达了他对人体掌握的水准，一个女人的人体和一个男人的人体，他的肌理表现得很好。这一组塑胶彩是黄美成同学的一幅大的拼图，也是抽象画法。那它这一面有可能有人的脸在里面，这是蔡瑞贤同学的。那他这一组画，每一组画有一个特点，除了风景以外，他每一幅画都有小动物在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所以呢，可以看出他的画呢又温馨又很可爱。有没有可能在某一方面我们创作很多大的白奖啊，没有兼顾到比较小型的展览？其实展览我又觉得展览大小都是一种的形式来的，但是说容不容易去摆展览呢，也都是令到那些创作的人他會不會衝去做？你的意思是申請太不容易了？是的，沒錯。因為其實有一個展覽出現了之後，其實有很多個展覽是被否定了，是沒得擺的。這件事因為他們沒得擺，所以就沒有。所以在鏡頭前面的，相信很多政府工作的人員，很多 NGO 也看到我們這個片子，也希望他们能多花功夫，让我们香港大众多享受艺术的机会。谢谢你啊！好，多谢多谢。